开戏，很好，开戏，很好。来，来，我先报告哈，来报告我们协商会，劳业协商会议。现在各个党团的负责人跟代表都已到齐，请主席宣布开会。好，那我们宣布开会啊，那进行这一次的协商哦。那么依照我们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里面第七十条的规定，就是这个协商进行时要录音记录并同协商的结论要刊登公报那我们晓得这一次委员会的委员有复调在委员会各部长委员会的一个复调那大概我们看到是国民党跟亲民党有一个复调成功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必须透过朝野协商然后完成这个协商向大会做报告，才算完成所有的程序。所以今天早上才特别邀请各党团来进行这一次这个议题的协商那么这个议题的协商内容是国民党党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赖世葆委员同意以亲民党党团财政委员会高金素梅委员互换委员会这么一个事项那我们现在请党团发表意见，针对这个一个互换，大家的是否同意与否这个我们没有意见。那现在上面的对的那没有意见的话，这个事情坦白讲，这个是一个两党的事情，他们两个讲好，好吧，政治委员会的话，他们两个讲好，不一样，提供大家的钱的，也不是那么没出什么超影像不超影像，那我们都签好了。不，现在的学生一定要录音，而且要公开现在整个照这个流程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这个样子，我想我们还是会被外界质疑所以我刚刚这些定数我们还是把它完成。而且这个党团协商里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星期三那未来我们会请秘书长在星期二就问大家有没有协商的议题，有的话我们就进行协商这个礼拜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礼拜三的协商我们就把它取消因为改变规定的是要固定在礼拜三那没有议题，那我们就取消。但是礼拜二我们会请秘书长再问大家的意见。那没有议题，我们就协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礼拜三，这个会这个音协商这个，就完成它嘛。那是几点？所以这个就大家来决定。是啊，早上礼拜三就开始有委员会了。对，那个理由。委员会打乒乒乓乓的话，你这个地方这个东西，你就是来，这个案子没有问题了啦。我们其他案子要搞定了，好不好？先确认这个案子就没有。这个案子没有问题，刚才已经确认，刚才总召已经讲过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固？因为之前行使法是拜三了，无讲拜三规定。那拜三八点半嘛会使，是讲今咱这委员你走。你走脱。走脱。对。泡面就中到了，中到了。我中到了。你点那个。好 ，OK。都要加加一片汤来做。好。好，阿丽娜呢？在哪里啦？哈。吃吃便当了。中午12点。中午12点吃便当嘛，阿丽娜。没了。阿丽娜好。这职业刑事法规定原则上是133，原则上。对了。什么？你有来说还没有说？已经是在礼拜三早上再抄一遍上，就很紧急的。像你早上不是昨天晚上中午来，我们就来了，是的所以这是原则上，但很难制度化。你要制度化无所谓，但这没有像领导五个省的中常委会的，礼拜有委员会了。另外，朝野两组日子真的是大家方便为主。当然原则上礼拜三无所谓。但原则上做不到的时候，就再调整下。完全原则上，一完到现在为止，没有说礼拜三固定在朝野要不要。但是，花不钱原则上。好来，院长吗？
我认识足久吼，大部分的协商是拢是拜五会知，因为拜五就咱庙会开始嘛，啊，所以就处理啊，啊，大部分假动嘛都拜五啦，所以拜五会知其实嘛挺好的时间。就像咱即马，对啦，就是像即马咧是，大家拢爱来参道嘛，因为五二一次会嘛，所以今天你就来参道。好，啊，无啦。啊，今要参道你就来，来做过拜五再。所以嘛是一边工啦，就免咱咧去走一撮。好。这嘛是因为咱行之有年啦，嘿，咱行之有年。好，我来拜五再。拜五。反正上，啊，反正就反正上，啊，你上最会搞是，当那个都会跟拜五这个时间。另外，我来讲一个另外哈，啊，有的不是这一定来拜五这个时间，啊，看拜一到三点，啊，看是拜拜五时间上时间啦，啊，反正这个时间上应该是弹性的，没有错了。我想是原则上的礼拜三啦，什么制度化就我，礼拜三啦，哈。那如果议题有急迫性，就随时啦。那如果还可以，礼拜三还可以有时间往后延，就礼拜五早上动员的时候，大家会面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做两点啊，这个啊，协商之后的沟通的一个结论啊。第一，我们同意啊，国民党党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代市保委员啊，以亲民党党团财政委员会高金素梅委员互换委员会，这是第一。第二，那以后我们原则上以星期三作为党团的协商的时间。那如果礼拜三如果有急迫的议题，我们就随时召开；否则就以礼拜三跟礼拜五上午作为协商的固定时间，啊，随时有议题我们就随时召开，啊，好吧？好，没有意见的话，哦，那我们就通过。那有没有临时动议？啊，没有，我们就散会。好，谢谢。